好，跟着他。好好，我录影，我录影。OK OK， 好，开始拍了。哎，这很厉害哎。好，可以可以。继续走。我想测详细，就是你们下楼梯。下楼梯吗？对对对。好，下到二楼，然后再上来。好好。走走走。OK， 对，有震动感觉。我也拍得漂亮一点。好，我现在来测试 OPPO Reno 2的手持录影，那现在是没有开启防守阵的状态，我先走一小段，大概走个十秒钟。好，接下来先停。好，接下来开启超级防抖，那这是采用五轴防守阵的效果，那大家看一下它的视角范围有没有变得比较窄，然后防抖的效果如何。那现在我全程是手持录影，单手手持。